可爱布鞋，阿取迎春花。韩国可爱少女风盛行啊，全球少女都争奔头扮可爱，好多少女都放下高跟鞋，改穿以舒服挂帅的平底布鞋。潮星阿取今个星期就推出了 Forfex 和 Niger 联成的立体玫瑰花鞋，亲自示范更加具说服力啊。咁今次即係我哋 Liger 同 Forfex 呢個波鞋合作呢，咁首先我哋 Liger 都係第一次去入 Forfex 呢個波鞋啦。咁點解會用呢個花花呢？咁其實 Forfex 佢本身自己都有呢、這個用開呢個花花嘅 elements 擺喺啲波鞋度嘅。咁但係呢就做咗呢個特別嘅色呢，就 for 我哋今次即係我哋鋪頭嘅。咁因為嚟緊可能春夏啦，咁同埋我同我 partner Dorothy， 咁我哋大家都比较鍾意啲粉红啊，或者薄荷绿啊，比较 pastel 啲嘅颜色。唔知点样衬呢一类嘅粉红色鞋呢？咁首先可能而家天气又未到咁熱啦，咁我又覺得可以而家即係春天仲有少少微涼，咁可以穿下絲襪囉。咁但係絲襪呢，我就會覺得唔需要穿襪褲咁局促囉，可以穿下啲三個骨襪啊，或者再穿啲短襪仔去襯都冇問題囉。咁或者襯返啲 tunic 啊，襯短裙啊，我覺得都未嘗都可以嘗試嘅。另外，以橡胶帆布布鞋冒起的美国 Kiss， 今季就同美国的少女歌手 Taylor Swift 合作推出联名布鞋，鞋面以佢钟情的吉他图案为主，其余仲有眼镜、星形、波点等等的图案，加上大量的荧光和彩色的选择，少女们是时候要入手了。同样来自美国的 Lacoste 女装系列特别推出以厚底挂帅的布鞋，配上中性的打扮，可以渗透出日韩风格味道啊。